清水一名15岁的李姓国中生，因为在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，担心回家会挨骂，于是放学后就没有回家。父母亲以为儿子发生意外，吓得赶紧跑到派出所报案。警方也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，最后终于在失踪25小时后发现男同学身影。看到宝贝儿子平安归来，也让家属是松了一口气。看到宝贝儿子走进警局，妈妈立刻上前拥抱，爸爸则是松了一口气。一家三口在警局内激动相拥。原来这名穿着蓝色运动服的15岁李姓国中生离家出走一天一夜，父母亲找不到人，心急报案。当日下课时间，女生下课后就，因为她平常是跟坐公车，父母亲是在公车站牌等候。但是一直等不到李姓国中生坐公车回家，该父母亲当日自行寻找未果后，到本所来报案。家属表示，李姓国中生10号下午5点放学之后就没有回家，直到晚上11点多都还不见人影，担心会遭遇不测或发生意外，吓得家人赶紧到警局报案。警方第一时间也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寻找蛛丝马迹，直到隔天傍晚6点左右，才终于在附近路口找到人。而整整消失了25个小时，李姓国中生竟然只因为怕被骂。其他同学表示，跟李姓国中生有200-300块的金钱借贷。那当天中午，他们因为这个借贷关系而发生了争执纠纷、吵架。回家怕父母亲责骂，不敢回家，所以就失去联系。为了200-300块的金钱纠纷和同学吵架，担心学校会通知家长，自己吓自己不敢回家，在清水街头四处游荡，以为躲起来就会没事，幸好最后没有发生任何危险，顺利一家团圆。记者陈博翰台中采访报道。